好，我等这个复选机哈，再试的啊，选这个美纹纸啊，到时候我把施工品传给你，这个电话呢可以沟通的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，这个民宿啊，装修条例嘛，这都有啊。 拍这个视频，这个是胶面朝上的哈，不是胶面朝下的，对。然后再复做一只哈，等一下撕切台啊。 好了，我们就不敷了啊，敷两只我们就撕切台了哈。